明天拂晓，咱们的幺三幺师和幺七零师就会在城外对北门进行猛攻，同时我们独立旅会里外夹击，一举拿下北门。所以我齐本忠先在这里谢谢大家了。明天拂晓，我希望能够在北门依然见到诸位。任务是配合独立旅，按照戚旅长的吩咐，像一把尖刀一样插到敌人的后方，夺回桂林城。大家有没有信心？有。哎呀，出发！全体都有，加油！穿！后方走！戚旅长，敢死队跟增援的鬼子干上了。好，兄弟们，该咱们了，出发！是。弟兄们，冲啊！